娱乐八卦一语道破。大家好，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官方身高174厘米的谭健次因为一张剧照被群嘲垫鞋跟，谭健次鞋跟还冲上了热搜，诸多看客开始对一个男艺人的身高开始指指点点，甚至进行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身攻击，还有的网友还上升到了地狱歧视。因为谭健次是广西北海人，然后南方人矮子多的迷惑言论就开始弥漫，有人说他1米7，还有人说连1米7都不到，很多人都说他这样的身高根本不配做演员。谭健次也曾经因此陷入过深深的自我怀疑中，每次在电视剧公布选角时，谭健次都要经历一次谩骂洗礼，身高这么矮怎么和女演员搭戏，和女主角没有身高差拍出来真的好看吗？你确定小说里1米9双开门的相柳他能演的咯？女主角穿了高跟鞋比他还高怎么办啊？这种话看得多了，说心里不在意是假的。开始变得不自信的他，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了导演和制片人，他询问他们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演这个角色吗？但是得到的回答却让他非常意外。导演和制片人在听到他的问题后觉得十分荒谬，和他说这不是他该考虑的问题，选哪个演员来演这个角色，这个演员是否合适是导演和制片该考虑的，而他只需要好好提升演技，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就可以了。他们的这番话让谭健次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他明白了自己该顾虑什么，该忽视什么。他不仅让自己放下了心中的那个包袱，还用这个曾经让他很受伤的点反过来安慰别人。在录制某个综艺节目时，有选手因为身高问题非常自卑，谭健次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了那个人，外在条件已注定，很难改变，能做的就是不断努力丰富自己的内在，坚持奋斗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而且永远不要失去自信。他看似在安慰那个因身高自卑的选手，其实也是在安慰曾经那个因为身高屡被重伤的自己。现在的他已经能正视并坦然面对自己的身高，并且能够用来温暖其他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且这样的事还不止这一件。有一次录制你好星期六，和谭健次一起跳舞的女伴出现了状况，谭健次的做法引起了全场好评。本来他和女舞伴都在非常投入的跳舞，不知是鞋子尺码太大还是动作太过用力，女舞伴的一只鞋飞了出去，但是音乐还在继续，舞蹈就不能停，所以他只能很认真地继续跳。这时谭健次发现了，他在之后的舞蹈里用巧妙的技术将自己的鞋也踢掉，和女舞伴都变成了没有鞋的舞者，不仅缓解了舞伴的尴尬，而且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体的。这个举动不仅让舞伴很感动，也令在场的其他人感觉十分温暖。他们都知道身高是一个他经常被攻击的点，能在跳舞时脱鞋真的表明他根本不在乎这些攻击。而且谭健次对自己垫增高鞋垫从来不避讳，脱鞋跳完舞后再穿上鞋，他不在乎别人说他差别怎么大，肯定垫了不少，他只在乎这支舞蹈是否达到了预期，是否和舞伴进行了完美的配合。谭健次自己也说过，他的自信不来自于身高，努力坚韧奋斗不放弃，他才成为了现在的谭健次。对于非科班出身半路转型的他，无异于痴人说梦，毕竟他也没有什么好运气。2014年开始，24岁的谭健次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接触表演，他不断地去面试剧组，但是基本上面试50个剧组，有49个都说不行，片方总会用很多千奇百怪的理由拒绝他。有一次，他面试一个男三的角色，被说不行，然后又被问，你还有什么角色想尝试的？谭健次说，男主，但是被立马否决，你不行，为什么？你呀不行，即使通过了层层面试，临时被换角也是常态。不过这对谭健次来说都不算什么，他倒是很有苦中作乐的心态，一帆风顺就不叫逐梦演艺圈了。虽然我起点不高，但是我进步空间大啊。就这么蛰伏了好几年，谭健次在演戏这件事上却一直不得要领，他也没放弃，直到他遇上了军师同盟。谭健次饰演司马昭，这不是个重要的角色，
但是却让他彻底开窍了。与其说这是他的一部戏，不如说是他的演戏课。他不断地去观察学习老戏骨的演戏思路，不断地去研磨演戏的要领，后来在剧组拜师学艺成为他的习惯。与他合作过的刘敏涛说，他很谦虚，很温和，常常会请教我问题，但是他不会全听我的，他很有主见，这点我很欣赏。就是频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谭健次在演戏上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有了不小的进步。一年的密集充电让他觉得好像可以够到演员的门槛，但是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演员，他觉得演员是得要披荆斩棘的。很长的时间里，他的微博认证都是 M.I.C 组合成员谭健次。谭健次明确地知道，不是说有过演艺经历就可以自称演员，跨界不是贴标签，要想成为演员，你得拿出作品，让观众认可你的身份。所以转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谭健次对演戏都欠缺了一点自信，我是演员可能在我心里都立不住，直到他参加了我就是演员，那个时候他脑子一热就在台上说了，我是演员谭健次。这句话是他第一次说，因为在那个节目，观众开始以演员的标准评判他的表演，他开始得到了评委老师的认可。在北京爱情故事的表演里，谭健次让观众入戏了。章子怡感叹，谭健次很投入，很真挚。李立群说，确实，你是没有表演训练的人，但是你涌出来的东西有时候比职业的东西还要厉害。徐峥更是连连夸赞，我觉得演员演得好的时候得使劲儿夸啊。谭健次太好了。谭健次等了将近五年才等来这份认可和肯定，他忍不住哭了。徐峥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想成为演员的一颗心。2018年的时候，小鲜肉因为某些流量艺人成为了一个用作嘲笑的贬义词，但是徐峥说，是谭健次让他觉得年轻艺人里依旧有认真演戏的人，小鲜肉里依旧可以有演戏演得很好的人。谭健次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人，在娱乐圈出名要趁早凡事求快的氛围里，他还能沉下心来修炼演技，着实是不易，但也着实是难得。他知道自己没有接受过科班训练，也没有丰富的表演经验，所以不能着急速成，的确很慢。谭健次足足用了八年的时间才一鸣惊人，一年过去了，不少人还没有走出沈毅这个角色，如今又因为长相思相柳再次爆火，而知名度不断扩大的谭健次却还是跟往常一样踏踏实实的在专注在自己的戏里，他是就挺好的，至于红不红就交给时间交给天命吧。现在的他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好演员，那是在他心目中最至高无上的评价。身高曾经是他心里的痛，而他后来将这种痛变成了一朵玫瑰，送给了同样需要安慰的人。他努力地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身高已经不能成为他的桎梏，你怎么看呢？